咁呢喂，韩永忠吧，我曾经给你打过举报电话，你还记得吧？果然是你。我麻烦你个事儿，让你的手下把路给我让开。林警官现在在我的车上，把路让开。我要跟他通话。好，稍等啊。说句话，咱们就安全了。放心，说句话，你张张嘴，咱俩的命就保住了。林哥，是你吗？师父。丽涵，丽涵，师父，还有句话跟你说。太君是我，我妈在前面车里吗？让我去跟他谈谈。楚雨涵，活着回来。段青，什么情况？太君，一涵跟着裴英走了，跟着去啊！站住！让我跟他说句话。我要从走到北，我快要从北走到黑。好样的，
探雪，侦查员李克、楚一涵顺利完成任务，提升归队。我等着有一天回头，多年后爱是你牵我的手，相信爱永远值得等候，让感应带我向你这有一天醒来，你在身边相偎离。老爷，我妈呢？你妈去蓝川了呀？什么时候回来？这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啊？请死永远都妈，谁呀？妈，妈。妈，我是一涵。你再也不曾回头，我还在等着重逢时候。儿子，花却已落满了。妈妈爱你。